经过信义乡公所半年来的积极筹备，信义乡体育会将伊伫八月初二即天正式成立。同时也来选出由南投县议员专文在来担任第一届理事长，立丰区国小校长苏新建是担任总干事。大家拢期待透过信义乡体育会成立，未来会当协助乡内落实体育人才的培育工作。请问彩票？请问彩票？在筹备会成员的互相投票后，最后选出现任南投县议员专文在来担任首届体育会理事长，以及丰区国小校长苏新建来担任总干事，并按照制度选出理事以及常务干事，就宣布信义乡体育会正式成立。荣幸哈，能够当上这个理事长，那往后对于我们信义乡的各项体育赛事或者是选手，我是有相当的期望啊。接着这个理事长，那当然对往后要相当的用力用心啊，来培育我们乡内的选手，还有一些裁判、教练等。那我们会各自成立单项的协会，那成立之后，我们不管是在跟中央或者在跟县府，那我们都会更有利于我们来争取经费。那我们在各项的活动赛事也能够更专业，能够更精进，让我们新乡的体育人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挥。经过半年的积极筹备，信义乡体育会终于在八月初二来正式成立。成员来自乡内各界，有校长、村长以及各项体育项目的头人等等。大家期待借着体育会，对了，会当向中央等公家机关来争取更加侪资源甲经费，来办理活动、发展体育。上重要是爱落实乡内体育人才的培育工作。的话，以上这个八号，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的体育会能够。也能够来参与，也能够参与这个活动，这样子，也能够帮忙推广，也把我们的文化传统拔河跟我们现代拔河能够也可以给它带到世界啊，让我们以后在我们的乡内能够培养更好的人才，以后可以出去比赛，还有可以。去中央争取一些经费，所以今天的成立我非常高兴。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信义乡因为无乡内体育会，隶属除了球类的热门运动项目以外，拢真歹得到正常的发展空间。因此，信义乡体育会也呼吁热爱运动的信义乡亲，拢应当踊跃来加入，做伙为着信义乡体育发展来努力。记者金山昌报道。